访问曾志伟先生，我看这个主持人皮都要脱掉三层，那么严重。我呢一直就站在这个主持岗位上，也没有变，反而是曾志伟先生他是从哇，为什么没有变呢？我在变是因为我上上有下下，你是在大哥大，怎么变呢？啊，再变就升天了。啊哟。真的，我家里还有他的照片，每天早上。每周六晚上8点，敬请锁定中视《综艺大哥大》。